同学，虽然我们已经提前预想到缺水的问题啊，也做了准备，可是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充分啊。是啊，原想在中途能得到一些补充，可没想到这沙漠里的水都是苦咸水。是啊，根本就喝不成。通知部队一定要克服眼下的困难，等到了安眠南山一带啊，情况就会有好转。是啊，各纵队已经传达了我们野司的动员令，可是大家还是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啊。再说我们露营的帐篷带的也不够，这沙漠里头气候反差比较大，尽管已经快到七月份了，可是早晚还是很冷啊。团长，听二纵的同志说，因为伤病和干渴，已经有几个战士牺牲了。这种情况严重吗？如不采取有效措施，发展下去，这种情况会很严重。过去看看去。行，跟着我啊！救援！救援！水！彭总，水！彭总嘴都肿成这样，一滴水也没喝。怎么样了，小同志？别动，就这么躺着。来，再喝几口，慢慢就会好的。彭总，还是我来吧。不用，还是我来。彭总，交给我们吧。他是我们团的。你这个团长要是不来，我要上门去找你呢。你是怎么带的兵啊？啊，战士们渴成这样，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？王正荣，到。身体好的要照顾身体弱的，有水的同志又让出一部分给没水的同志们喝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快去，救援到。把我的马牵过来。是，彭总。彭总，我年轻，还是骑我的马吧。哎，彭总，你看看，你说我年岁大，我感觉很年轻吧，还有好多力气呢。来，你们搭个手。彭总，彭总。团长同志。仗啊，是需要我们的战士攻山头的。要是没有他们的顽强战斗和英勇牺牲，我们的胜利啊，只能是纸上谈兵。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多的关心他们吗？啊，去吧。是。彭总，彭总，请你骑我的马吧。军令如山倒。我是不会违抗军令的。同志们，我们到地边南山了，我们有水喝了。冲啊！彭总，有什么情况？三边分区刚刚送来的情报，敌人已经拆除了三边占领区的长途电话线，用汽车向西赶运物资，步兵也开始西移。马鸿逵于28日发布了告三边民众书，种种迹象表明，马鸿逵正在撤退。敌整编81师被我们基本消灭之后，马鸿逵害怕了。我们还没到，他的18师就想溜啊！好啊，不能失去战机。立即命令。第一纵队和新四旅迅速向定边进攻，教导旅前出至定边西南，截击可能西逃的敌人。第二纵队向专井铺和安边进攻，
截断专警铺以东、敌西侧的退路，并消灭专警铺和岸边的敌人。冯总，刚刚接到野战医院电报，独立营截敌救护车已解决了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的问题。太好了，给他们回电，要特别表扬一下独立营，并要告诉他们不要骄傲自满。另外，部队可以适当的休整一下，不久会有新的命令下达。是。马鸿逵部整编八十一师的步兵团和骑兵团在战斗中损失惨重，环县、曲泽、华池及庆阳河水以西地区被共军占领。共军于6月25日离开环县，29日到达定边。整编十八师在共军主力未到之前，便开始全线撤退。无功而返，不战而退，军务斗志，纪律松懈，这样的部队也能作战，作战也能取胜呢？胡长官，我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？国防部不是有作战计划吗？命令董钊和刘戡继续对陕北境内各县城镇的占领。胡长官，刚刚收到的报告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共军于30号夜里突然抢渡黄河，在鲁西南发动攻势。总裁，这段时间恐怕顾不上我们了。今年2月以来，国内物价上涨迅猛，不少企业不堪这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，纷纷倒闭，由此造成工人大量的失业，丢了饭碗，继而演变成北平、南京、武汉等地的市民与他们闹事的风波，还有一些在野党也参与其中，兴风作浪，提出的口号是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。请总裁注意，这饥饿是第一位的，如果我们能有效的迅速地调整我们的经济，使经济得以恢复，恐怕云武，你说一座房子是建起来快呢，还是毁起来快？这还用说吗？说呀。当然是毁起来快了。共产党破坏交通，破坏工矿，连奄奄一息的农村也不放过，我们怎么搞建设？所以你们经济委员会一定要在尽快的时间恢复经济，另一方面还要保证我的军费。总裁说的没错，就剿共与发展而言，剿共应该是第一位的。较外来看，剿共的基础就是收拾人心。什么？刘邓所部共军渡过黄河？马上给我查清楚！我要发动一个砍平共军总动员令，调集全国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彻底阻止他。建生，在。马上召开军事会议。是。